不能离我稍微远一点拍，那样我显瘦。听说在镜头里人会胖十斤，是真的吗？那就再远点，继续，远远远远。来来来，开始吧。你对那次的宿醉事件怎么看？你们都得死！记得枪手之前那些年，他倒塌的我们永远肩并着肩，忘不了刚兑现就送出一些，忘不了一起拆的那些黑点。我顺风送人头，你逆风暴走，并排如山倒是总有你来拯救，忘不了无论何时你的一声加油。钢壳抓我怎么办，第一时间提醒三三三，各路飞速来支援，每天都给我回圈，抓眼记得要开悟，别把我解锁你输出，雷声比我撑不住，到他永远不会输，不忘我们兄弟一起来到他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兄弟拉你一把，身后站着你们，让我什么都不怕，紧靠着的是心中到不了的他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，就隔了一条河，天灾那边怎么就那么难看，一点都不喜庆。喜庆？天灾的景观设计人员极力避免这种元素的出现，就会严重影响天灾英雄的形象气质。有啥气质呀，天天坐在枯树堆里，你们自己不觉得压抑吗？你看全世界的森林都是一个颜色，只有我们天灾这边是黑色的。黑色懂吗？经典色系，大气稳重成熟，这样我们天灾英雄。李峰紧致，扣扣生生，我们天灾，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的，快说你是不是来到间谍的。加速神符，血魔是个神符控，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在河道边蹲伏的。朱兄别去了，那儿不安全。树林里有人，小猪快跑。傻愣着干嘛，赶紧跑啊。停，站在那别动，动的话就会不停的流血。对对对，别跑，你跑的失血而死多没有意思啊，是不卡尔？血魔果然是你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卡尔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拿了神符走吧，他只是在河里抓鱼，没有和你抢神符的意思。这太遗憾了，我可想要你们的人头。你没事吧？我向来不喜欢野猪血，不过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善罢甘休了。哼，等的就是你，没想到还自己送上门了。冰封禁止禁魔，他把你禁魔了，短时间内你变得和我一样。我好怕呀，吓死人家了。小妹妹，你下次用魔法的时候不用喊出来，除了给自己壮胆之外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快跑吧，别回头的跑，我和朱兄掩护你。这个禁魔能伤害到你的生命，一旦你血量不够的话，
血魔就要暴走了，那个时候这只神仙都难救了。你刚说什么？你掩护他？我没听错吧？一个废物还一只牲口，还想救别人？我的天哪！萤魔，今天你真是漏掉了一出好戏呀、啊！你难道没发现我已经转头进位了吗？就算是拼了命，我也要保护他。你在哪边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，你这种废渣就是累赘而已。要不要试试打我呀？最近学什么技能了？往我脸上甩呀！来呀、啊！来吧，卡尔，来保护他。我看你个废物怎么救他。只能这样了。这家伙不会真的学会什么技能了吧？要不要先把他……啊！好准呢！不愧是卡尔啊，连犯二都犯得这么有特点。这是。不行，我忍不住了。再变下去的话，会内分泌失调哦。雪卡尔，他抵抗不了鲜血的诱惑，趁现在快逃！出去吧，应该能动了。没事了、啊。不行，那你怎么办？想走？先我们，快走啊！你这样迟早会死的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即使是一个废物，也肯定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如果能让你们两个活着离开这里，我的价值就能体现出来了吧？不，我是个废物。而你是要拯救世界的人，我死在这儿没什么关系。你们快走吧！不行，我绝对不会丢下你。我听小冰冰的。笨蛋，你们这是自寻死路啊！失血过多了。走。别走啊，咱们找点乐子呗。走，这货喝高了。都别走啊。宿醉头疼啊。怎么天就亮了？你们还在呀、啊？昨天的事没完，看我取你们人头！你就不想想为什么我们一晚上都没跑吗？等等，感觉气氛不太对。昨晚我都做了些什么？难道？好疯狂的一夜啊！这个就是十八禁吗？你们天灾的人都这么变态吗？怎么会呢？不是吧？一定要灭口！一定要灭口！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超级传话筒啊！你不记得了？什么传话筒？就是这片森林里嘴巴最大、最八卦、见什么说什么、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会传出去的那位，
昨天晚上临睡前，咱们好说歹说，他才同意在我们死之前保守你的秘密啊！你忘了？混蛋！如果这件事有第五个人呢？不，第六个人，不，第七个人知道的话，你们一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先去干掉那个人。这下我们手里有血魔的把柄了，以后就不用怕他。锦之，怎么又冻上了？变态，变态，变态！你们两个真不是好东西，该逃跑的时候不逃跑，一晚上拉着我看这种，这种。总之，你们两个真变态！你不是也看着直勾勾吗？冰封锦之。轻轻唤起心底的思念。